真假也只是那种很亲肤，非常柔软，然后它的弹力非常的好哦。然后在侧面的部分呢，它有做一个开叉，露出下摆的反折裙，它这边有做一个小立领，可以修饰你整个身形的比例。它的裙子是做百褶，所以它的垂坠度非常的好，它就很修饰下半身哦。然后再搭一个简单的踝靴，穿起来也都很好看哦。三个呢，它都是可以分开做搭配的。比如说你要穿上半身，那你就可以穿牛仔裤；你只要下半身，你就自己在家搭一个 V 领啊、圆领啊、皮扣啊、V 字领的上半身就可以咯。像皮带呢，你可以拿其他的洋装，是不是非常的超值呢？那除了我身上的黑色以外呢，还有一个是杏色，我觉得杏色就比较温柔的感觉。你喜欢